Hello， 朋友，我是风破。我们现在玩的就是 Plantera， 就是模拟果园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嘿，然后他就收集了这些，非常好，26等了。然后这个就上升了，理所当然。一些非常熟悉的东西就继续在那边弄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吧。然后这个的话之后，我没有讲过啊，就是之后我会慢慢让它就是。就我这个东西，我可能就是每天会录一点，然后你们看到的情况下就会是，就是一步啦。问题是我就会分天数录，因为它这怎么弄？它这个它的这个东西已经变成11个小时，我要等它11个小时跑完之后再过来这边收成的话，这样可以达到比较高的那个效益啦。要不然的话，我每天这样子那个只录这样子。那个20几30分钟，实在是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哦，有瓢虫，好多钱。独立，大掠夺者，掠夺了不少。还真的是掠夺了不少，天哪！我多弄一点，然后我的肥料目前没办法再点。嗯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再重新声明一次，这个不是手机游戏，至少我现在我是用 Steam 的版本来玩的，所以我下面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可以，因为我 Steam 上面的是本身就要花钱的游戏，所以我下面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使用的。所以我觉得，这其实一开始在别人的留言下面我已经讲过了，可是还是会有人慢慢那边问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还在这边先提醒一下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是那种继续问这种问题，那其实我已经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，因为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可是仍旧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也真的是没办法，我救不了啊。骑士三嘛。我不知道用触碰式的跟滑鼠比起来哪个比较简单呢？至少我觉得用这个好累哦。南瓜也增量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我要尽可能让这个地方让它再增加它的那个肥料的，有一些那个让它再加那个增加产值，要不然的话其实。钱还是会偏少，虽然说我已经增加了一点点，它的那我增加了多了一个小时吧。好，他会偷吗？我要看他到底会偷些什么。兔子到底会偷些什么啊？啊，这根本就只是走过来而已啊！我完全不懂兔子刚才是过来干嘛？兔子是会偷东西吗？这真的会偷吗？欸？哦，30个员工了，是啦！滚！那什么都不偷，哪里跑进来？到底干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甚至我也很怀疑，到底那些动物到那些。外来入侵的动物，到那种野生动物到底是拿来是跑来干什么的？真的有实质上的威胁吗？鸟就算了，我真的有看到它偷东西啊！可是狐狸什么的，我没有看到它吃我家的动物。真的是，我什么都没看到过啊！哎呦。好了，现在大概4分半就会到差不多4分半左右，我就会有到30等了。什么都30，天哪！员工也有30的，然后我也要30等了，不拿东西就走了。那去没有屁威胁的兔子，天哪！
然后35等了，已经非常好。这么上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处理的东西了。现在的钱的数量已经够多了，其实已经多到有点过头。也不是啊，就我反而还是觉得人手不足。可是其实种的量够多了，种的量其实够多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东西，到时候它是不是还会再多加好几个星星啊？以它的那个种植方式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会。他们本来是类似会这样子。而且我之前的时候我说过，我换了一个滑鼠，就是换了一个差不多型号的。可是我很在意的就是，我滑鼠明明是我左键点的比较多，那为什么是右键失灵呢？百思不得其解啊！这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？说实话，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啊，这边有太多东西，他可能就来不及去收拾啊什么。我怎么自己点？啊，你就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很平常的，就是跟前面几集差不多的场景。不过就是我会一直让它放着，我会每天固定把它打开起来，然后让它收拾一下。要不然的话，其实这游戏我想要玩到成就完全结束的话，这样子做是没办法的。要生产更多东西，而且这么长啊，也这么远啊。还没有很习惯说要怎么去把这东西弄。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，我觉得我看到它的时间，我看到它的次数变多了。我根本就是在跟他收过路费吧。累死了。可再过多久啊？马上就要36等了，比想象中快。中，那再中个然后那前面还没有中东西，我中个这个跟这个好了，这样多棒啊！现在这样子甚至连多一个稻草人都做不到。好了，然后拜托不要再问我这个东西了，这个是在 Steam 上买的。Steam 上买的游戏就已经是买的，就不要再跟我讲说为什么我的这个东西可以只用这边的钱来买，就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，真受不了。真的一个无奈啊，真的。好了，那我想今天这样子了，然后下次还是要继续慢慢等他自己那个私下，然后等16个小时，等到他24小时的话，那其实也蛮久的。我觉得那接下来可能要主要是主攻在这个吧，施肥上会比较好。好了，今天这样子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